像这么大的鼓包，望眼罗就不小了。哎，看、啊、都演了，在这里，出来吧。关键是，哎，你们俩干嘛呢？走吧，那个太小了，就不要了。哇塞，哇、哦，这个肉怎么这么大呀？我的天哪！看，像这样的猫眼螺，没个三五年是长不了这么大的。这个小肉肚，回家之后炒个青辣椒，那还不盖铁帽了。它这里边这个沙也特别多，所以说猫眼螺清理这一关是至关重要。也是这个袋子，最近一个小区，看，昨天拉了好几个了，今天来这边又捡了它。这种海龟一定专车吧，要不然它会断的。先给它挖深一点，挖的越深，它那个逃跑几率就越小。哎，差不多了。嘿，哇塞，看，我天哪！这个可以啊，特别完整，也没有断。这个回家吃起来特别补，特别是冬天。哎，像这样的带走了。